本来呀、啊，我是想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可是我这一到菜市场转了半天，多吃点，实在是猜不出来你们喜欢吃什么。想来想去啊，就吃火锅吧。啊，人多吃着热闹。阿姨，我正馋着火锅呢，整天飞来飞去，想吃一顿还不容易呢。小叶啊，你是航空公司的？是啊，空姐，真漂亮。哎，那你们空姐这上班的时间是不是没个准啊？不像他们早九晚五的。那你们两个是不是老也见不着啊？还好吧，虽然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比一般少，但是可以打电话嘛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走到哪儿都有视频，所以也没什么了。对啊，这倒是哈。哎，那建国呢？你就一丁点的抱怨也没有？就没有说什么想让小叶辞职啊，转行什么的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，他自己喜欢就行了，是吧？是啊，他才没那么小气呢。而且，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真没必要天天黏在一起的。对呀、啊。你们两个，听见没？嗯。吃饭吧。哎，秋，哎，妈跟你说啊，这有人给你开公司的事儿啊，啊，你还得好好考虑考虑。这上海离北京也不远呢，你们俩想见面随时都能见得上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还年轻，这结婚也不差个一年两年的，啊，他这机会难得，错过这一次，恐怕以后就没有了。小韩，我常听秋说啊，他想做什么事儿你都支持，啊，那你这一次是应该不会反对的吧？由他自己决定吧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吃啊吃啊，哎，来，多下这个吃，好吃。明森，我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那么说，我也没跟她说什么。那她怎么知道？还有，有什么事完全可以单独找我说，非得当着他们俩的面，什么意思？不同意都不行是吗？那是我妈，她怎么说她也是为了我好。难道我就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为了我，谢谢，用不着。乐建国，就算我跟别人说我俩要结婚的事情，又怎么样？我是你女朋友，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听到这种事不是应该高兴的吗？除非你不想娶我。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我真的很忙。忙？你忙到没有时间见我，却有时间去陪他妈。刘建国，我对你跟他的关系已经够容忍了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轮不到你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跟我去上海，到底是因为你要开公司，还是因为舍不得你的刘建国？韩明思，你有病吧？全世界都知道他刘建国是你的前男友，而我却不知道，我像是傻子一样被你骗。这事你妈也知道吧？怪不得了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这事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不管我跟他之间有没有什么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一秋，这两年来我凡事以你为中心，你呢？一句没什么我就得完全的相信你。一秋，我真怀疑我在你心目中到底算什么。我知道我在你心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求你了，别逼我好不好？让我安静一下好吗？我求你说句实话吧，你是不是心里面还有他？那我不告诉你，不也是在意你心里的感受吗？你留下吧，我自己去上海。
陶燕，昨天谁让你擅自更改行程的？员工守则你都知道吧？哪一条允许你根据自己的意愿，不顾岗位要求，自作主张的？这万一出什么事，谁来负责？公司还是你个人？你个人承担得起吗？你宋总，翟总，我是陶燕的上级，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。这件事儿，陶燕处理得非常出色。宋总，你也不能这样袒护他，现在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，您这样……我这样怎么了？翟总，我说这些话不是我的意思，是客户的意思。30分钟之内，活动中心总共接到了3通感谢电话，1封感谢信，而感谢的都是陶燕，这些都是有记录的。另外，你的忠告我接受，谢谢你。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凡事在了解清楚之后再下结论，我想这样你的下属才能对你心服口服。明白。深圳来了2年多，还是第一次发现她这么漂亮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这美景可比你好看多了，为什么这些年我光顾着看你了呢？现在发现还来得及。宋泽飞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今天这个事儿可不是我瞎编的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才要谢谢你。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这1年多，我每天跟你一样上班下班，永远忙不完的工作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你有多辛苦。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我的不好，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，看着自己手上的事一件件完成，我真的很有成就感。工作让我找回自己，也让我意识到没有你我也能过得很好。燕儿，我觉得你不一样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需要再保护我了，我不需要任何的特殊待遇，我要像那些普通员工一样，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上车，我送你吧。我自己打车，不麻烦了。拜拜。拜拜。48小时啊，48小时整。哎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呀？那小韩去上海，他是为了事业，你留在这儿不也为了事业吗？这很公平。你都没妈看得开啊。你看啊，现在这分隔两地各自创业的小夫妻多的是啊，你看看你搞得跟小学生似的，腻腻歪歪的，羞不羞啊？羞不羞？是你妈，我当初遇到这个问题是选择了你爸，可是那时代不同了呀。啊，现在这时代的女人呐，就得跟男人一样去奋斗，去拼搏，去实现自我价值，对不对？闺女，你听妈的啊，你先把这婚定了啊，证领了也行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啊，反正将来也住到一块儿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这跟你操碎了心，我说话就是不听，是不是啊？你自己看着办。
不是，我跟你这说了半天，我嘴皮子都磨干了，你给点反应行不行啊？我要去上海。啊？为什么？何董，遇到你是非常幸运的。跟你合作的这段日子，真的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你引导了我的人生。但是这条路并不适合我。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只要有耐心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哪怕一年，你总会找到。但这份感情，我找了很多年。如果人生没有一次没有目的的去谈一场恋爱，我怕对不起年轻二字。怎么可能？这种机会怎么可能半年一年就找得到的？在北京这么多年，我没钱没背景也没什么资历，就光这一双脚走到了今天。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只靠我自己。所以我根本就不怕从头再来。不是有句话说，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吗？考虑清楚了。好吧，希望你能成功。谢谢。别忘了我们这些朋友，保持联系。好。一秋，记得要常联系啊。好。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为了爱情放弃事业，是该庆幸还是该反省。新上映的片子还不错。是吗？改天咱一起去看。好。一秋啊，电话响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说句话啊，爷爷。怎么了？妈，把行李给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去趟厦门。哎，你慢着点，一秋，慢着点。哎，谁来了？哟，哎呀，好，小韩来了。啊，正好这一秋也要走呢。爷爷的爸爸去世了。啊，我
从来没有听他哭成这样。我得去趟厦门，我会尽量赶在去上海之前回来，好吗？行，那我送你。小韩，慢点开啊。您放心，阿姨。下飞机接过电话。妈，爸，我先带你们去宾馆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一点我们就去他家，好不好？别急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夜雨在电梯口等你呢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走。爸妈，阿姨，哎，我和建国回来了，坐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坐呀。叔叔，阿姨。早就看了你的照片了，本人更帅气是吧？咱女儿的眼光啊，肯定是错不了的。对了，刚才我们呢正在讨论你们婚礼的事情，你妈妈说呢要往豪华里办，我就跟你叔叔觉得简单点，有点创意就行。那不行，你们把这么漂亮的姑娘嫁到我们刘家，绝对不能亏待，就要好好办。至于钱方面呢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男方全出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建国不是搞广告的吗？他的点子多，让他说说看。哦，对了，好像少了一个汤勺，我去拿，你慢慢用。啊，师妹，太操心。找个汤勺这么久啊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妈，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什么婚礼？谁结婚啊？你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叶雨这儿媳妇我认定了，你要不同意那就换妈。人都来了，给我好好表现。好好表现。叔叔阿姨，这杯酒呢是敬你们的。因为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来，所以没有准备什么东西。下次吧，下次你们来之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去公司请个假，好好陪陪你们。怎么，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要来？怎么会呢？这孩子啊，最近太忙了，忙晕了给忘了，是吧？爸妈，赶紧的，建国都端半天了。叔叔阿姨，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因为我跟叶雨拍拖两三年了，都没有去见过你们，还有你们这么辛苦跑一趟过来见我，确实是不好意思。不如下次吧，下次等我准备好之后，我去你们家上门提亲，你们再把女儿嫁给我。哎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这，我们这趟来不就是来商量你们结婚的事吗？
建国，既然长辈都来了，你就不必再跑一趟了，现在就可以上了吗？我看今天这杯酒啊，是喝不了了。爸，建国不是那个意思。建国，小雨可是在电话里告诉我们，你们准备结婚了。可到了这儿，你们怎么会这？你给句痛快话吧，你是不是不想娶我女儿啊？刘建国，问你话呢。想。你看，别生气，亲家，这孩子就是嘴笨呢。但不是现在。行了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看今天这顿饭呢，还是别吃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，爸，我回来跟你解释。等我。爸妈，你听我说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还不嫌丢人呢？小雨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我跟你爸大老远请了假跑到这儿来，可都是为了你的婚事啊。妈，是我太着急了，不关他的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呀？啊？我一看那小子就没把你当回事，我叶荣涛的女儿还不会差到硬是要塞给一个混蛋。走，叶雨，我去追他们。别追了，我自己的爸妈我自己搞定。刘建国，如果你真的不打算娶我，麻烦你尽早告诉我，我等不起。谁呀、阿姨。哎呦，逸秋啊，小野在里边呢、快进来，里边坐啊。吓到你了，你不要跟我说你来出差的。我就是来出差的，不过这次出差的内容是你亚马上也要出差了。你就要不要来了？谢谢。我现在在墓地呢。哦，我现在正在往上海发快递，您那边怎么样？我还得晚几天再回去，我想在这儿陪陪他。你在那边也帮不上什么忙，都是些家人，你反而添乱。我确实是帮不上什么忙，就因为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才应该在这里保护他。毕竟她是我的好姐妹。她男朋友呢？男朋友是男朋友，家人是家人，我跟她能一样吗？那行吧，我公司上海那边等不及了，我先过去了。你男朋友催了，我没事，你回去吧。没有，他让我留下来，安心的好好陪你。阿姨，节哀。妈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事，回家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妈，
餐厅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小野，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。餐厅这事儿吧，你爸早就交代好了，他猜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，也就跟我说好了。小野，你的钱千万不能动，妈妈根本不能帮你什么事儿，净给你添乱了。妈，一秋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带她出去逛一逛啊。阿姨，你就不用考虑我了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喂，阿姨。啊，一会儿你有时间吗？阿姨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好啊，阿姨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啊，好。我也马上下楼，一会儿见啊。好。阿姨。建国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阿姨，这次来我主要是向您告别的。哦，你什么时候的飞机啊？我明天的飞机。这照理说一秋不在，我应该替他好好照顾你的，可这两天实在又太忙了。没事儿，我明天也走了。那您不等一秋回来了？不等了，我今天呀给他去电话了，他还没有定什么时候回来。秋儿啊，他很难得去趟厦门，跟小琴呀也很久没见了，他们家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让他呀安安心心的多陪陪小琴。嗯。小韩啊，你跟秋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肯定知道吧？秋这个人呐，他可不是那种一嫁了人就能安安心心的在家相夫教子的人。他对事业是很有野心的，否则他大学一毕业早就回家好好过日子了。他干嘛就累死累活的留在这里啊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有梦想。秋儿的有梦想是好事啊，我跟他爸爸是完全支持的。当然了，现在你的支持也很重要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。行，你俩的事儿啊，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希望你们将来呢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多替对方想一想。啊，这毕竟呢，谈恋爱是一两天的事，可这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你说，你和叶雨的事，到底打算怎么办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现在不想结婚呢。是不想结婚，还是不想跟他结婚？都不想。那你到底想干嘛？妈，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叫他爸爸妈妈来谈婚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居然跟我吼！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不应该那么大声跟你说话。儿子，这人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是你老妈硬塞给你的吗？两年了，小雨对你、对我、对这个家怎么样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你要真不想娶她，你干嘛和人家在一起？你还跟人家爸妈当着人家的面说那种话，以后还处不处了？要我说，等你想娶了，人家爸妈未必同意嫁。妈，这件事再说吧，我会想办法补救的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
你是不是还想着易秋呢？妈，为什么突然间要说起易秋？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我最多给你一年的时间，等时间到了，夜雨也好，刘雨、王雨，什么雨都无所谓，你只要给我领回个儿媳妇，否则的话，你立马收拾东西，你给我搬出去，我就当没养你这个儿子。这边手续都办完了吗？嗯。哎，你上次说要结婚的事儿，再说吧。我觉得赵鹏人挺好的，你看刚才，人家都已经把你当自己家人一样了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想这个。想哭就哭吧，这儿没外人。没事啊，又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。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开始，我们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真搞不懂，我坚持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爸知道自己会走，才要我留在这儿。我却天天跟他讲我的梦想，好好的家不住，非要搬出来。要不是我搬来这儿，我说不定还能多陪他几天。父母的梦想是孩子，孩子的梦想是未来。当有一天父母走了，孩子才意识到自己梦想的灯塔熄灭了。阿姨这次走了，估计就得等到秋儿准备婚礼的时候再来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们很快啊就会见面了。不一定。你最近几天有没有跟秋联系啊？没有啊。他去厦门了。他去厦门干嘛？小琴的爸爸去世了，一秋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他的个性啊就是这个样子。建国啊，嗯，阿姨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问。问吧。你还喜欢秋吗？阿姨，这个问题真的不该问。我现在有女朋友，她有男朋友，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。阿姨，我是过来人呢。那天你们四个到我家吃饭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那个小韩呢，是很优秀，可是我就总觉着他跟秋儿啊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还有那个叫夜雨的人也很好啊，可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他的眼神跟看秋儿的眼神啊就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感觉呀。那易秋看我的眼神呢？这个我倒没注意。哎呀，其实我跟易秋只适合当朋友，不能当情侣。那你们当时怎么谈的恋爱呀？建国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就是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啊，给你提个醒。这人呢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如果爱，那就大胆的去追呀，
什么面子呀，自尊呢，通通抛到一边去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 你等秋去了上海，你想不放弃都不行了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对了，阿姨，什么时候的飞机啊？我去送您吧。小野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渴吗？我去买水。不渴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我听说这附近有家餐厅挺不错的。吃过了。小野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分手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道歉的话该说的叔叔都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大鹏，叔叔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过不了多久了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想找你说。说，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就是萧野，我最不放心他。本来呢，有你在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我相信会对他好的。可这孩子，他的心根本不在这儿。大鹏啊，哎，不管小野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叔叔求你呀，千万不要为难他，就放手让他去吧。叔叔在这儿先替他跟你道个歉。叔，你别这么说。别，大鹏，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叔叔在这儿求你了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啊。其实就算叔叔不跟我说这些，我心里也明白，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我在你心里什么样我清楚得很。我又不是个傻子，有件事儿我就告诉你吧。这一年多我家里人一直在给我介绍对象，还有身边的朋友，我也见了不少，就是一直也没遇到合适的，所以也就没跟你说。就是想万一哪天你心里有了我呢，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，分了就分了吧，本来就跟分了没什么两样。对不起啊，大鹏，这几年谢谢你。好吧，我知道，你也别哭了，一会儿阿姨看见了又担心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随时给我打电话。错过的一切再重来还是一样，你给我力量
实现我一个渴望，季爷，没有改变。其实这几年我为你们家做的，不再孤单，一开始是因为你，但到后来我是真的很喜欢叔叔阿姨。再见。想不到你会伸出双手，抓紧我的手，带着我走到出口，仿佛听见唱在心头，我的追求给了我真心真意，没有保留。我已到上海，已经安顿好了，只等你来。阿姨，一路顺利。这人呐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如果爱，那就大胆的去追呀、啊。什么面子呀、自尊呢、啊，都通通的抛到一边去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等秋真去了上海啊，你想不放弃都不行了。想不到你会伸出双手，抓紧我的手，带着我走到出口，仿佛允许时间倒流，天长地久，给我不放弃一个理由。我们的梦想都放在肩膀，只有你相信我可以坚持方向，你给我力量，背起了一个希望，张开了眼睛看得见星光，我带着心愿来面对生命无常，错过的一切再重来还是一样，你给我力量实现我一个渴望，没有改变，未来就是漫长，却不再孤单。在前方，只有你相信我可以坚持方向，你给我力量，背起了一个希望，张开了眼睛看得见星光，我带着信念来面对生命无常，错过的一切再重来寻找，再孤单。